对于我来讲，去一间餐厅吃饭，食物固自然紧要啦，但是环境啊都计埋分。呢度真系无敌景，尖沙咀星光行随远酒家。哇，几多高？东莞风味蒸高蟹，清清。这个呢就是包汁花菇扣鹅掌。临尾梗系要食翻个煎粉果、海王粥，仲有我嘅挚爱豉油皇炒面，好丰富嘅一餐，一大班朋友去，每人咧食咗600蚊。